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污称中方购买美国公民的敏感数据从事恶意活动，禁止数据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受关注国家，是明显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中方已经率先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数据安全，可以公开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或者做出类似的承诺。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切实维护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与各方共同制定普遍性的数据安全规则，促进全球数据有序、自由流动。